下个是谁？他是狗弟吗？这娃娃好可爱。拿起来对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以拿出来吗？下面有请。是名人吧？真的吗？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哎，我刚刚跟他说了，我刚就跟他说了，你刚说你那可以吗？我们在打牌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你问你了吗？跟刘谦，我感觉打牌可以，无所谓，歌是好歌，好吗？我觉得你会，行的很，不能开始，开始看那个小孩。你们有没有听说，这世上有一个地方，那里能听到太阳升起的颜色，那里的鱼。会站着水底的木色，就好了，你来个吧，好厉害，在莲叶上划过悠扬的弦乐。那里的风会吹一下鸟的羽毛，在花骨朵上敲打盛开的节奏。那里的破晓是孩子们无邪的吵闹，追着少年们的步伐，把太阳逗笑。你们说的。是大地上世代传唱的声音，你听，世世代代，生生不息。这个舞太帅了，这个舞太帅了，快看这个舞！哇！哇！
这桌人尖叫声。